给你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但你要拿着啊，你要你去评估嘛，你要评估一下。你想要换掉？你想要什么？没有，我希望他可以。他那次有情绪，被骂，被骂。沙姐，你让沙姐生气了。我们来应征的了，应征的了。哎，他要来来来，他想干掉你。沙姐，我看一下，哎，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哎，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哈哈哈哈哈！表，喜欢喜欢嘛啊。康哥，康哥好，康有人，你好你好，哇塞，谁对牛奶过敏？我，他，那你对，我是对有点花生啊。哦，好，那就上花生跟牛奶。不是，你们在试营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因为试营运嘛，一切还在筹备当中，所以我看还有没有这个机会。我是来应征的。应征在哪边？店长啊，你是店长啊？啊，你是什么职务？他只是一个接待。哎，那你这个应征，没有资格看。喂，哎，这是我的履历。现实鬼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。达人朋友多，然后容易来观光。对，然后待遇比又挺好就可以。节目停了哎。等一下再说。好，我现在是现在的店长。你是现在的店长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对啊。他现在不是靠资历就可以当店长了？哎，什么叫靠资历？靠的是年纪。哎，试营运不能有空档时间。哦，对，这边是从头零开始，从零开始。OK， 好。那个履历是要还给你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但你要拿着啊，你要你去评估嘛，你要评估一下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没有，我希望他可以。他那次有情绪，被骂，被骂。沙姐，你让沙姐生气了。你怎么是？从头到尾。但是我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骂我，骂他，我骂他，上骂他，不要骂客人啊！那谢谢谢谢，冷静冷静，我们来应征的了，应征的了。哎，他要来来来，他想干掉你哎！哪里我看一下，哎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哎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，喜欢喜欢嘛啊！哎，你只能干掉莎莎跟耗子，你选一个。我觉得莎莎吧，我觉得莎莎吧。莎姐，我要来干掉你！因为他比较远，我要干掉你！立刻出现，立刻！这节目太多了。你干嘛？好，我只是开玩笑。不好笑。哦哦哦。